分蒙拷问，伊咧讲个嘛是伫甲咱讲，咱在即个环境中会当安稳落来，跑步、起诉，你看有诶收集诶人足好，伊着起灾，人伊已经收集甲足好，万事静观。你看咱人有当啊，咱捡无去清净心，咱随时拢会抱着这个业，因为咱食众生啊，这个、鱼肉肉，若讲起来拢是这个心灵来转化。啊，若要讲到持斋来讲，大家讲啊，人食人，这拢是万灵宇宙当中。但是佫讲话倒转来，就讲道家，道家，伊讲这个万物自然，就是要予咱该。在咱这个，你无解杀，伊也无法度去转生。啊，你拢卖过来出世，就灭啦，拢无去啊。所以讲，生生世世，世世生生，就是这个万物万灵当中，就是拢安尼。咱人拢生在这个宇宙，这个万物之中。分蒙拷问，心家可安逸逸。这处莫问三奇，云仙滚云。强法慈悲，方方相教，处处作师，处处伊拢去学慧能降变来做本主，不输着罗尊、英尊，佛舍本持，到处安尼去做神嘛是因的辛苦吼，因确实是尽忠尽义，为着咱天下苍生来甲咱度化。啊，有当啊，咱人，人坎毋惊，鬼坎个个惊。神降落来，有当啊，因拢会甲咱劝化，吼、哦，爱做好。你看，伊讲，交谈苦口，公宣化理，劝人向善，安分守己。咱做人就是爱多宣化这个真理，劝化人爱向善。咱做人安分守己，莫甲人比。你若甲人比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对，咱在什么生活、什么当中，咱爱甲己的周围做会好，安分守己，爱满足、知足。来，伊讲学精学俗，就讲无论你出家众、出这精，还是咱的俗家弟子，学道学儒。哦，咱若讲咧修道，啊修孔子的儒教，知影真济真理道理来讲，嘛有九流三教，切莫相欺，大家爱互相，莫讲哦，我就是较悬，你就是较低，看人无起嘛是袂用的吼。伊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之报，寸草不离。做恶做歹，拢是在一念之间。做好当然有善报，做恶恶就来甲你滴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善恶之报，寸草不离，是离咱足近的啦。天罗地网，有意难飞。愿言谨记，时来便知。这是拢中段文是伊甲咱劝化。五元五湖之内，四海之中。在了五湖四海，就咱人在这个宇宙当中，人讲啊，五湖四海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讲个天空落来拢共一家，莫得分你甲我，嘛是爱咱大家和和气气，吼、哦，在每一个社会相处当中，大家拢莫计较，协于协地。不管你巧的还是戆的啦，吼，协通协强，协公格协属龙，既同为邻，彼此之心不可不同。魔性之外，应学贤公。爱甲咱讲，咱做人，无论你属龙、公相，拢共款。做人的心爱彼此，彼此大家爱共同。一条心，莫分甲你哦，莫讲哦，我甲你无共，我足好个，你足无钱个，
就看你无共款。在魔性之外，应下现讲，伊嘛是教咱爱好好收钱啦。非刀非金，性教是强。处凡显好，脱却牢笼。欺凌不满，心事所将。学仙学佛，先求真空。用咱在这个社会，也是咱要跟着道，也是讲无跟着，也是圣教教咱这个圣文，拢是要教上咱，启教咱做好做人爱安怎，咱爱加加多看字典内底咱的书、圣经、咱的经书内底，拢是要教导咱，咱嘛莫离伤远，就讲伊嘛是爱咱大家加减修持，应学现功吼。欺凌不满，心事所将，学仙学佛拢共款。你要修仙，要修佛，拢嘛是爱究研究较真彻底了解，吼，咱才来行。运处正气，就是爱袂当离开着这个正气。特征金香，咱的心胸爱阔，心人讲心清，智慧就产生；心未清，自然乱乱想，烦恼家己来。哦，不贪不欲，不做春虫。咱人唔通讲哦，我为着这欲望啊，爱财爱利，人若有名，就要求利。吼、哦，咱毋通去贪着即个名利，啊，毋好做着干呢盲从、戆戆安尼人讲啥，你着听啥，拢无自在，家己也无一个主张。清修就是爱自在，越陷越浅，不疲不倦。我莫讲啊，我很疲劳啊，我修甲足辛苦个，安那着一直爱认真落去，都无止境啦。不归路，行就是爱向前行，唔好讲哎呦，多真哩歹行，我今仔日磨难重重啊，道无磨是不成道，道不可也不成道。所以讲有当啊，咱定定拢会拄着逆境，吼、哦，袂当，予咱自在，咱嘛是多看经书，你心会定落来。心中心处心中，夜深静坐。诸事思量，天地之道一阴一阳。伊即马伊讲到遮，你会去体会着。伊讲吼，咱若夜深咧静坐的时，咱心一定爱定落来，莫乌白想。在这宇宙天地之间，这个道道一阳一阴，无咱哪有两仪呢？两仪哪会一边清的，一边乌的？这就是两仪。一阴一阳，圣人之道，你若行到有一个，咱有一个模样修到，人讲哦，你修了真好，袂歹。但是咱静坐当中上会去一邪一凉，就是有当啊人啊讲，你心若无定，你毋通去静坐，静落去你会乌白想，就真紧就去邪魔来甲你挖。吼、哦，你都无法度家己控制着家己，爱知正依一，大道贯通，学佛可以上升天德，学仙可以直上天堂。伊嘛有甲咱教讲，学佛哦，你可以上升天竺，学仙也会当直步天堂，两华会上可成金刚。五星为将，七岁名扬。伊即卖伊嘛讲，爱好好学修。这个莲华会上，即卖咱这个莲华科技，所有万仙万佛拢降落来，劝化咱这众生，苦口婆心，好好行在当正着金刚。中段讲五星为将，七岁名扬，上吊战列杀。参杀忠良，诸侯尽叛，居高上雄，周武同心，八边。